台好，欢迎收看5月13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重要消息。台湾对着日本进口食品，后日开始爱护三体证明，日本请声讲要过去 WTO。今天发生一件小学六年查甫囡仔离奇死亡的命案，涉案的查甫人即马是分袂不测。行政院颁布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出来了，讲地基炒房爱扣40%。先开始要来看一个真离奇的命案，这是新竹发生一件这国小六年的查甫囡仔的命案。这学生囡仔昨下晡这下课了，自本爱去补习班，想要到讲和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带走。啊，警方后来找去这个查甫人住的所在，发现讲查甫囡仔已经无气死亡了。啊，这个姓李的查甫人是用这杀虫剂自杀，即马人也搁在昏迷。警方调查监视器发现讲，伫这代志发生之前，也搁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做伙去。已经对这家己甲这查甫人带回来问话。阿公哭甲真伤心、真激动，因为他小学六年的宝贝金孙，安怎也无法度搁回来了。囡仔排着书包，12号下晡3点外下课，本来应该爱去补习班，却是和一个外号叫做小宝的25岁姓李的查甫人带往大个所在。无想到大约半点钟了后，另外一个监视器画面却是出现囡仔昏迷被抱走的影像。囡仔老母6点去补习班接囡仔，才发现囡仔无去了。补习班的主任说是由学校一位主任帮他打电话请假。好，一位男主任。那学校的男主任因为只有2位，所以后来我们就因为有一位就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们就一起确认。所以我们确认不是学校打电话把他留下来。新的查甫人计先是老师打电话到三工请假，警方追查到伊在社区大楼 C 栋的徛家，结果无看到人。结果到 A 栋细处的所在，才发现囡仔已经无气死亡。李姓李的查甫人敢那畏罪，用杀虫剂自杀，送医了也在昏迷中。警方也伫伊的手机啊内底发现袂少其他囡仔相片，怀疑伊唔止一摆想要来接近这查甫囡仔。这个李姓人士他本身就是那个这个国小毕业的学长，他也常回到学校来打球啊，是那也因为打球的关系才认识了这些学弟。查甫囡仔是安怎死的？需要进一步调查。只有姓李的查甫人是不是犯案？是甚物原因？以及伊安怎奈伫同一个大楼、无共栋的所在租厝？敢讲早就有无？这拢是需要厘清的重点。警方也已经在家己找到监视器画面的关键第三人姓陈的查甫人，并且传回警门了解案情。记者陈荣合报道。在桃园是传出一个姓刘的老师来为着这美型的流感，身体不爽快，无赶紧去看医生，还搁在驾车，想袂到讲患病无到一礼拜，人就走啊！啊，这桃园市的卫生局是呼吁民众，特别是慢性病的病人，然后任何的状况，应该赶紧去看医生。桃园市一个40多岁姓刘的高中导师，4号身体不爽快，伊原去驾车，第二天下晡喘气是愈来愈喘，请假去给医生看。检查出是丙型流感，无想到九号就过身，对发病到过身也不到一礼拜的时间。在上礼拜一上午有先请假，下午有回来上课，然后礼拜二之后因为人不舒服，就另外再请假。而针对丙型流感断命案件，13号早起在桃园市议会，有议员针对流感疫苗的注射甲宣导的问题来质询卫生局。流感并不是在乎于这个年纪轻年纪低。为什么不全面施打？我们桃园市是1月1号开始就是全面已经有全面。那为什么这老师是漏网之鱼？到目前为止，今年全台有373例流感并发重症，已经造成53人死亡，多数是 A 型流感患者。B 型流感并发重症，死亡案例较少看。研判这老师因为是 B 型肝炎的代管者，无注射流感疫苗，又过 N5 9 1，才为着 B 型流感死亡。如果有发生呼吸道的症状，或者是有发烧、肌肉酸痛的可能的话，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尽早就医。那是为着丙型流感的突然间出现发烧，而且是真烧，规身躯筋骨酸痛，呼吸道感染者症状，一般在48点钟内底吃抗流感药物就使好起来。为着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桃园市卫生局呼吁民众上好也是爱注射流感疫苗，然后症状就要赶紧给医生看。记者孙华报道。
在金门地区的这古迹发生了这考题的风险局，对顶礼拜六就开始进行连续滚啊江的破石加焚化的作业。啊，不过所产生的油烟加这臭味大批，和风靠近附近的学校，阵那海北州老师加学生出现了头壳晕加未当喘气无顺的镜头，所以学校这方面下晡是赶紧停课了。高烟一直升出来，升到天顶。天顶看起来拢普普，防疫单位为着防堵口蹄疫扩散，就地放火来烧牛只的尸体。不过烧的过程中，硝烟甲臭味就安尼，风一个吹就一直散开，造成正宁中小学的老师甲学生头壳晕、想要吐，也大吹烟上课。就上课上到一半会有臭味飘过来，有点像烤东西，好像烤焦的味道。好好讲，这款的状况已经两天啊，接到真侪家长投诉电话，除了紧急停止各项户外活动的课程，并且发催暗号全校的老师跟学生以外，也赶紧向环保局来反映。也不过得到回应却是讲唔知道要安怎，和学校的感觉真无奈。将近400个人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长达不止八小时哦，有些老师还留到晚上，9点10点才回去，在这样的空气状况下，是对他们健康是不是会有影响？我们也很担心，环保局可能他也很无奈。然后他就说，他们已经烧毁完了，那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就是这样子。加在继续参详了后，教育处决定下晡停课，避免搁再影响学生。李环保局是讲，因为爱烧的牛实在伤济啊，加上烧的温度无够，加方向转变，才造成臭味传到学校内底。即阵已经加相关部会紧急联络，除了提醒学生伫咧烧牛的时阵爱注意方向以外，嘛爱提悬烧的温度，避免烧得无完全而产生臭味。记者宋霞报道。来看的是韩国的俗的航空德威航空，今天有一架飞行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的时阵，因为无来对准到出行道的中线，啊，伫岛边船啊来挨到停机坪，另外一架这飞行机而且静电掉，而且驾驶是赶紧打档啊，有那好这飞行机顶关100多名的旅客吓惊一场。好好停在松山机场的菲特利商务飞机，飞啊捅出去的静电条，雄雄去由韩国飞来的德威航空飞机弄到，机长赶紧动起来，好在无去弄到飞机的本体，不过143个旅客也是惊一跳。飞机就是突然间晃动得很厉害，然后两次急刹这样。这架德威班机是伫中岛12:27降落，要入去停机坪时，因为前一架飞机还未走，向航站要求要坐一阵，就伫个要坐返去停机坪时，岛边的时啦去弄到飞特里买下的静电条。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不过旅客因为要等候调查，全部拢向留伫个飞机顶等特别2点钟。只是觉得怎么这么久，然后都没有给我们一个回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他都没有解释。他只有说在等待什么，可是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松山机场解说，因为若是放旅客落去，飞机的重量改变，就会改变浪的位，必须爱等飞安回来现场调查，到位伫个滑行的时，敢有偏离中线。如果照我的标准线滑，它应该不会发生了。那现在正在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那局里标准组正在调查中了。经过检查以后，确定飞机的安全无问题。德威这架飞机伫个晚上5:22，才载另外一批旅客为松山起飞，返去韩国。德威航空是伫个2005年成立的韩国廉价航空，2012年开航松山金浦。九年前伫个济州岛降落时，嘛发生过机轮损伤，造成6个人受伤。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对啊，你开始所有对日本来的食品拢爱负责三地声明，加这辐射检测的安全报告了后，开当入来咱台湾，这引起了这日本政府不满，呛声讲要向这世界卫生组世界贸易组织 WTO 来提出告诉，对此这卫福部来强调讲，会继续和日本这边参详。就是这个拿白色包装由知名某一公司进口的日本森永乳酸菌粉，虽然外包装制作地是日本东京都，不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制作场所代码 CY 其实是日本工厂，地址就在茨城县，是目前日本食品禁止输入台湾的5县市之一。这月13号，核食药署边境查验到3公斤的产品，必须爱比体温甲消费。我们会根据它的上面的中文标示，或者是日文的标示，或者它的固有记号，如果查证属实是属于5县市的话，一律都是不能进口。卫福部食药署表示，边境查验这严，是因为对本礼拜5、15号起，会要求所有日本进口食品，拢必须检核。
产地证明文件甲辐射检测报告，来确保就辐射污染的食品未进口到台湾。不过，却是引发日本官方不满，讲要到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告。对此，卫福部强调，食品安全进口新措施实施绝对未改变。持续的跟日本沟通了，我们当然还是不希望跟日本的这个关系因此而变得很不好。不过，就这个事情本身而言，我们在5月15号施行两公告是有必要的。卫福部长蒋炳煌强调，南韩和中国要提出三地证明和检测文件要求，日本方面也拢同意改善，因此也继续跟日本方面沟通。就算日方拍算退购，咱方也起来知。记者陈宏霞报道。来看的是这房地合一税的出案，行政院今日确定，为了要来控制这炒房的投资客买厝无满一年，就交易相关的税率提高到45%。另外，这啊厝的这交易脑碳400万以上部分，都要扣10%的税率，相近应该在民国185年正月初地当实施。为了要控制管租客，房地合一税出案在其行政院总算是定案。厝内持有无到一年，相关扣45%；另外厝的买卖介以迄年来扣税，400万以上就要扣10%。他有赚钱，应该就是要有付那个，因为你现在买东西到5%税啊，所以10%还可以啊。大宅的话是1亿的话400万，跟小宅1000万的400万，那是不合理的。因为400万大众市场的东西容易被投客炒作。迄地400万以上就要扣税，部分民众惊讲未来投资客炒房的标的，可能会锁定一挂较税金的厝。行政院版本的房地合一税内容，自大免税优惠自交易总价4000万免税，改做迄地400万以下，自大满6年免税，只有迄地超过400万的部分是扣10%。另外，短期持有无满一年扣45%，2年35%，另外10年内扣20%，超过10年扣15%。自2016年1月1号实施。我们房地合一要溯及几年？讲白一点，没有一个标准。有人说从实价登录开始，有人说从40岁实施那年开始。后来行政院也充分的考量到，不要影响到一新制的上路，因此呢，也还是维持105年1月1号。现在回归到所谓用获利的概念，只要有获利呢，它再根据你的获利的集聚去课税，或者是持有年限去课税呢，相对来说可能会让市场回归于比较正常的一个交易。虽然短期持有的税率达不到提悬，也不过房仲认为讲，以迄个部分来扣税，比消化税，无论是赚或者是了，拢扣15%较合理。只是算落来，房企的推案按季5年0的档期，受到房地合一税上路的影响，恐惊交易量会大大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中信金总部所属的新舞台和台北市的文化局列作文化景观，啊，不过中信金认为讲因的财产权已经被人侵犯，提出诉愿，即马台北的诉愿委员会有哪做出决议，认为讲这台北文化局无法官的依据，所以撤销这个处分。日本界人士林怀民、白先勇、林谷芳等人几啊届出名好友，位置当区非常难得表演场地，新舞台绝对袂使毁掉。也毋过因为中信金双修总部大楼要卖，和新舞台的存废非常的争议。2013年底，台北市文化局甲新舞台列为文化景观，附带决议新舞台必须要维持原本表演空间的机能，未来若是要变更使用，需要提报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审议。中信金不满财产权受到侵犯，提出诉愿。经过台北市诉愿审议委员会审议了，原本文化景观的处分被撤销。使用如果有变更，就要经过审议的话，就限制到人民财产权的行使。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这一部分的话，跟法规的立法意志不符。前市长郝龙斌时代把新立跨局处的小组，同时强调会尽一切打拼来保留新舞台。市长看不到9年了，专案大变盘。这个是诉愿委员会推翻文资委员会的意见嘛？哈，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市长把手都伸进每一个委员会在操作，没有，他们还是蛮独立在运作的。当初参与抢救新舞台的文化里林谷芳讲，洪铁霄文化景观的处分这种结果在的意料中，虽然感觉真遗憾，也唔过希望会使有如何好的解决方案。尊重私有财产制，第二个是透过协调，也许更多的补偿。在文化的立场，还是要强调，东区有这么一个表演场所，
对一个城市的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台北市文化局在收到送完决定书了，需要在九十天内底另外处分。文化局会补强调，会重新上市，市政府也跟中信金展开协商。我们会尽快的重回到文资会的审议之后，我们会透过督审的机制，继续跟中信金进行协商。未来台北市政府会透过都市计划载明新舞台重建的准则，也提出容积补偿的计划，甲中信金来协商，希望在台北市中心，继续保有一个有规模的表演场所。记者综合报道。文创这个议题最近是差个像咧，大数大上新的民调发现讲，对着政府的整体的文化事件有三成国内民众无满意，啊，对着政府相关的文创的政策无满意度，佫开始超过三成。文创这两年最近是定来引起话题，让国民众到底安怎看政府的整体文化事件？大数大民调就发现，对政府伫咧文化事件的作为，有三成的民众无满意。而对于政府想要借由布局文创来提升产业竞争，也有超过30%的人无乐观。尤其最近台北市政府跟几个文创之间闹了非常热烈的哈，沸沸扬扬的这些的一些意见，就这个争议的过程当中呢，已经很强烈的对于我们整个文创文化创意产业的信心已经有一点打击了。在六都的城市文化发展，其中台北市在瓜分题上任了，文化事件满意度自不到三成提高到46.2%，呈现高度成长。不过台北市的上景文化园区最近引起风波，或者是认为台湾文创产业已经变成零售业，无本土原创特色。我们今天在台湾发展文创，我们到底是在发展我们的文创，还是在帮别人发展文创？我想从他办的各式的展览，人的排队的人潮，如果你认为说人很多你为他高兴的话，我们其实是要感到悲哀的，因为那些展跟台湾都无关。文创争议不断，也和平将对台湾整体文化水准的信心变得较薄。跟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一个大陆来比，研究显示已经准备被香港入过去，或者认为这是一个警示，政府就要好好重视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名表，甲人数是到七日拜六。啊，不过朱立伦、王金平、甲吴敦义到今拢也未去领表。IT 表态讲未来领表的朱立伦，今仔是伫咧国民党中常会真罕见讲党话，是批评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假话讲上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常会上难得甲炮口对准民进党主席，同款也是总统参选人的蔡英文。进前讲落岗的假例伤多，朱立伦当位批评讲蔡英文假话伤多，拄到财团头家就坐转弯。不要碰到大老板，碰到财团就转弯，碰到劳工就说另外一段话。我们台湾不是假太多了。是政治人物的假太多了。朱立伦黑着展开，大咖中上位拢叫好，提进党内隔壁真久的士气。党内总统初选领表连署，这礼拜就要截止。声势相关的朱立伦表示，未领表以外，立法院长王金平也一直无动作。外团党中央可能启动定调机制。不过，首先宣布参选领表，目前连署人数已经突破门槛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表示，党内提名根本无定调机制，强调绝对未被抗提。那么凡是没有来这个初选平台的，我是很难想象，因为按照目前我们的这个公告出来的提名办法里面，没有所谓的征召这两个字，所以可能也都是少数一些人在到处放话吧。李根据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时程，5月16日领表连署截止，17、18登记。6月5日到13日进行民调，14日党员投票，还佫公布民调结果。17日提名名单报请中常会核比，不过初选也设计防转条款，若是参选者对比实民调无达到30%，未提名，并且启动定调机制。提名、征召还有其他方式，其实都是我们都在我们选举办法里面嘛。但是我刚说过，现在还在领表跟领署阶段，根本还不是讨论征召的时候。国民党总统初选领表联盟连选朱立伦、王金平、甲吴敦义静悄悄，外界解读初选无戏通唱，恐惊爱进入定调的演长赛，上演黄袍加身的戏，甲这三个人杀入战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这国道收费员的自救会，今仔雄雄突袭了这行政的人事行政总署，位在中央联合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有哪因有哪伫这壁顶关碰。
暗差，也够政府爱出来面对问题。国道消费员组织会直接从入去联合办公大楼的临时行政总署，因果无申请就抗议，被警方请落楼。来，往外面走。组织会成员跟警方是嘟嘟喃喃，有人直接倒伫咧涂骹，有人被警方搬离。混乱中有另外一批是到临时行政总署办公室门口，碰到废毒药品股大力来抗议，尾也被警方赶走。组织会讲。国光局甲阮拢公司即个人提供即块的信息，并无辅导就业，目前还阁两百外人无头路，希望政府重视这个问题。院长一直说什么，该照顾我们的都照顾了，可是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说政府到底照顾了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个人事行政总处来跟市长再做一次澄清，说我们都是约聘雇制度下的受害者，不但年资被吃掉了，连工作权都没有保障。为了要争取工作权，组织会成员一早起坐游览车到台北车站，尾后转到中央联合办公大楼的临时行政总署。代志是惊讲有人有躲在铁轨落会激烈的行动，也派出两百多名的铁路警察伫咧台边，好在在尾后无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抗议消息是到这个民进党党中央，这是台南市政府明仔就要进行这都市计划委员会啊，真有争议的这铁路东线的案件，应该是顺利来审议过关，所以真着急的反对这啊台南铁路东线自救会成员今仔就上报甲民进党党中央抗议啊，唔忘这党主席蔡英文会当出来面对，有那要求台南市长赖清德袂当安尼，都要甲这个案可以过。赖清德鱼肉乡民，抗议声音不断。今日江园被丁秀伟反蓝铁党以自救会成员十三号挑工到民进党党中央抗议。由台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十四号就要审议蓝铁党伊的变更案，召集的自救会成员大声要求蔡英文出面沟通，并且大骂台南市长赖清德人格真歹。为着这代志吼，都变作今时啊，不食药困袂去，我当困。他们也是赞成铁路地下化了，他们仍然愿意出借土地，把自己的房屋的一部分把它拆除。但是台南市政府还有赖清德市长，我特别要批评他，人格恶劣，卑劣。南港民进党党中央抗议规则起，趁下晡民进党举行中常会，自救会又成功冲入东部，不过也是无看到蔡英文。那市政府也持续在沟通，所以这个甚至是挨家挨户的在进行拜访，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安置的政策跟措施。不过台南市政府也表示愿意诚恳来沟通，党委会会使开放一名到五名自救会成员发表意见，每个人会使讲三分钟。另外，自救会要求召开听证会，解决蓝铁党伊的争议。不过，市府表示听证会并无法律的效力，对着解决争议也无帮助。自救会是强调，因并无反对地下化工程，也愿意配合施工。不过，铁路无当伊的必要性，而且市府推出照顾主体安置计划，民众也是爱家己开始买，让人唔知变怎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是这美国铁路公司的一台这火车在费城附近来摆烂，项目造成五个人死亡，六十多个人受伤。啊，这十节的车厢全部拢摆烂坠落，啊，谁人来摆烂的？这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事故现场弄个真惨，列车对黑车头开始，十节车厢拢落尾，其中至少七个车厢完全拢落来，有的互相弄来弄去，甚至翘起来，拢倒伫个铁轨路边，拢变形啊，真侪废铁。Then all of a sudden we're on our side, and it looked like we were going to flip. We never flipped. We went onto the side and back off the side. Swung, you could feel it off the tracks, and then we just rolled and rolled. And the next thing I knew, we were pushing out the emergency exit. And I was outside, and there were people screaming and bleeding, and we helped them out. It is an absolute disastrous mess.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大部分的人客自己设法离开车厢，有人规头、规身躯拢是血。当局表示，事故至少造成五人死亡。救援人员继续用手电拍伫个车厢地板，或者是爬上车顶进行第二波的搜查，确保所有乘客拢顺利救出来。消防车、救护车、大巴士、甲直升机拢伫现场待命支援。这台 Amtrak 108号列车迄天暗时对华盛顿开往纽约，车顶有238名乘客，甲5个工作人员。
经过费城瓦郡德拉瓦河的里奇蒙港时发生意外，联邦调查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又现场毁损严重。Amtrak 已经取消这礼拜来所有费城来往纽约市的列车。记者郑华报道。麻烦看到明仔个地详细温度了。在北部地区，明仔是这24度到32度；在这中部地区，温度是23度到34度；在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3度；在东部地区，温度是23度到30度。华岛的朋友去问妈祖，温度是22度到31度。来看到这些红的气象，台湾海面上台状况是6.7级，在台湾海峡加巴士海峡上台状况，我那是6.7级。以上就是今天暗时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带你来美国加州，看这全世界敢那剩5只的白犀牛。我是看我文就是顺心，咱再会。都变做平时啊，不食药困袂去，不当困。要买50瓶，我们还有讲爱提钱去来买。以前都倒在地上被你们打这样，来往外面走。那我们今天就来这个人事行政总处来跟市长再做一次澄清，说我们都是约聘雇制度下的受害者，不但年资被吃掉了，连工作钱都没有保障。就是同学都有问说，为什么今天的餐数那么少？他们就是饭吃的比较多，就肚子饿，是这样啊，就赶快去买食物给他吃。我就觉得那个还好，不是常态性的就没关系。这个是书院委员会推翻文资委员会的意见嘛，哈，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市长把手都伸进每一个委员会在操作，他们还是蛮独立在运作的。消防队员倡导防灾观念，在生死关头全力抢救。小朋友，你先走。我是杨志。救灾最前线，今天晚上11点，就在公视频道。14岁时，因为意外全盲的文生，打起棒球有股狠劲儿，还能当保龄。